这是孙楠，这也是孙楠，这还是孙楠。坐上了四言力生动亚洲的音乐评论席，孙楠让人眼前一亮，因为除了专业的点评，孙楠的表情也突然成了话题。当歌手唱错时，他会面露担忧之色，而听到超水平表演，他又会面露喜色，甚至站起来为歌手鼓掌。孙楠成了几位评论员中表情最丰富的一位，各种表情萌翻观众，难怪网友们都高呼孙楠绝对是个表情帝。第十届表情帝得奖人孙楠。看到网友的评价，孙楠解释说，自己所以表情那么丰富，是因为在仔细聆听每一位歌手的表演。我是很认真听的，每一个歌手的每一个字、每一句、每个音符，所以呢，我的五官会跟着你的音符在变化。那告诉我，说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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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说的表情。